顺便打 SS。 我是啊，中风了两天。没有，来我教你讲讲讲。我是 Mr. King 啊，他们都叫我 Uncle King 啊。我本身是在 SS 啊里面做一个领导，那么我已经是一个中风13年的老人，今年64岁。一路来啊，我晚上半夜的时候啊，那脚会抽筋，这个已经10多年了。最近我的女儿介绍我这个果汁，叫什么名啊？这个叫这个果汁 Monkey Plus。Monkey Plus 啊，我喝了它以后啊，无意中我发现到，当我喝了一个月以后啊，我就没有再抽筋了。因为我每次半夜脚抽筋，人就会醒来嘛。现在我喝了这个以后啊，到现在已经喝了是，1月、2月、1月、2月、3月，已经4个月，差不多3个多月，这个抽筋的问题啊，从来没有再出现过了。所以我想啊，是以我这个问题抽筋的人啊，喝这个果汁，肯定对他有帮助。